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最近有一篇报道讲了这么一件事儿，说有一个男子想要买一台豪车装逼，但是自己又没钱，只好去求他的父亲。父亲感到很无奈呀，就花了20000买了一辆瑞瓦4回来，对他的儿子说只有瑞瓦4，其他的自己看着办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位父亲买的这台车。一汽丰田瑞瓦4荣放，市场上的丰田瑞瓦4的价格一般都在17.78万到22.08万之间，二手瑞瓦4的价格也在7.10万到19.38万之间。就这个价格来说，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。丰田瑞瓦4荣放是辆不错的车，就其外观来说吧，瑞瓦4的整体外形时尚前卫，活泼灵秀的设计风格让瑞瓦4看起来很秀气，就其造型来看还是非常符合东方人的审美观念。车身尺寸长宽高4600×1845×1690毫米，车身外观结合了厢式货车的流线设计与 SUV 的多功能运动造型。丰田瑞瓦4虽然越野能力不错，但是相比于越野车而言，这样的外观设计显得不够硬朗，性能和动力系统方面还是不错的，拥有 2.0 升和 2.4 升两种排量的发动机，匹配8档 CVT 变速箱，拥有125千瓦、6000RPM 和224牛米、4000RPM 的动力输出，最高时速达到175千米每小时。总的来说，这款应变自如的高性能城市 SUV 几乎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，是一款值得拥有的好车。